最少就是两个的，两二点五的，还有就是小的技术改进我们不断的做。上面要有拉原钢，和一些价格，价格是比他们要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嗯，实际上价格是比咱的优势要大，实际上的价格和成本比我装的全是日本的这个水分在线水分一样，是吧？多钱一个？人家那个啊，五六万、七八万、十万还都在算。